你练这么壮干？没有啦，当时就是因为觉得台湾演艺圈的，看人家香港的艺人很多都体壮很好，对啊，韩国的艺人，可是台湾要站出来一个好像难了一点，所以就开始决定要这个争一口气。你好不容易有这个西位，哇，成功创位变成西位啦！好，不要麻烦了，叫刘教练在后面站着就好。当刘畊宏摆烂，不言让老婆代操。你知道礼拜六昨天我不是裤子破了走了？大家说我走了之后你心不在焉，然后呢屡屡跳错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我不在，然后你觉得很尴尬。哎，我突然一个人在直播间，我也觉得尴尬。然后我看到大家留言说，大家突然发现他们是什么 Vivi 女孩，然后很多人还有提议说你要站在前面跳给他们看，我没有问题。想要的帮我刷下想要，好不好？不要啦！我帮我下一首，我就让他站在前面跳。不要这样啊！干嘛不要？满屏的想要，来，不要你来啊！你来，你来，不行，你来，快点，不行啊！快点嘛，你来，来了，试试看。这样，刘教练既然给我机会啊，那我就带大家跳一个我很熟悉的牛仔很忙。你站好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真的蛮想站在前面的，是不是有预备了？是吧？没有啦，你站。好不容易有这个西位，哇！来，小瘦子们准备好没？我们来跳一个牛仔很忙，耶！音乐下。下什么下？下自己放。下什么？我不会啊。Vivi 女孩 ，Vivi 男孩，跟着我跳起来。脚抬高一点，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到你哦，在屏幕是看得到你的。对，要换动作了。要换动作了吗？哎，这样，跟上，跟着我的动作，有没有一起？为什么你的消息都是跟周杰伦在一起，从来没有看到你跟别的女星在一起？真的吗？这两年来大家都没有上节目啦，也没有录影。那这个是这次正好就因为他力邀我们，这个还很难拒绝。那时候交很多朋友嘛，那想说介绍认识，我都觉得我还是不要去好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待在公司也不是个办法。当时我不是说他没事都一直待在公司，除了跟我打球，我们带出去之外，所以以前他没有手机。带出去，讲的好像是宠物的。以前我是觉得，反正他就是，反正他都在公司嘛，常常也有一餐没一餐的那种的。因为他都待在公司里面，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个性很害羞，所以我也没看到他其他的朋友来。所以我就想说带他去认识一些朋友。当时我可能比他先发片，或者演艺圈拍戏认识朋友，跟他去。比如唱 KTV， 他也是坐我旁边这样，然后我说：“哎，你唱啊！平常在我面前他都敢唱，可能但麦克风会拿到这里这样，这样。”然后我们朋友看到觉得就不会再理会了，就觉得这个人不嗨嘛。成功创位变成戏位啦！好，不要麻烦了，叫刘教练在后面站着就好，行，不要麻烦啦。动作没换，跳错了，没有跳错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样太难了。现在是跟上刘教练，我现在是教练，我做任何动作是对的，你要跟上。右边，左边，厉害了！站在C位的感觉真好，前面视野一片辽阔，然后跟你们很近，再来没有人挡在我的前面。汗水也不会挥洒在我的脸上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你当助理在后面还频频滑水，大家都看见，我拿滑水，动作还跟不上，是因为你跳错动作，不是你跟不上好吗？你都忘记动作。当教练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我觉得很棒，是我这样喉咙可以休息。我好希望你在前面哦，再来一首，来，要不要再？不能没有你，刘教练。
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VV 女孩，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会这么的喜欢她跟支持她，但我知道我也是一样非常的喜欢她跟爱她。